眼睛动白了啊！哎，消息都给我们。干嘛呢？需要几分钟？要。这个过年需要几分钟？要。这个盐子冻坏了。冻白了哈。一会儿就行了，一会儿就缓过来了。缓吗？缓缓。他眼中变黑了就行了，眼中现在白的。哦。嗯。你能还原吗？可以的。对，能还原的。来。我去。变黑了就行了，开始了，开始变黑了。你看，慢慢开始变。行了，哈，冒泡了。是吧？看到，哎呀，回去了，你看，活了，你看，这个要冷冻时间长就不能喝了。你要保存110伏的100多度保存那就，100多度负100多度保存就行。保存，你看那个冻什么脐带血啊、精液啊，都冻那么40-40，知道吗？那怡田金银都是用冶炼的，对啊，金瓷。这个就是个原理。啊。行吧。真是气人，你看，好。上次那个鱼有点受伤，拧不掉。上次效果没这个好。对，这个很明显，看越大了效果越好。嗯，我们冻鲤鱼，冻泥鳅，都做过实验。嗯。